哎呀，你冷爱才回来，不如死到外头算了呀！好。那考错了，说。Sorry。啊，晓得了，懂了。来，起来，来，一二走。Sorry。来，俺们从手来走进去。来，准备把我们关上了。哟。嗯。八成哦。哎。那么早啊？又递过来公司哦。咋的？你昨晚喝了好多酒，这一身都是酒气呢。啥子？三个人喝了五瓶了。我的天哪！你太不要命了嘛你！我有啥子办法嘛？要把他们喝高兴噻。我你简直用生命在垃圾。不过正表现也不是你这种正法嘛。我好久正表现来了。哎，算了嘛。大家都是前年的福利，就不要在这儿说两后灾了，好不好？你我都晓得，现在公司啊，经理的位置空缺，这个牌子论背的话，你是最热门的人选。你现在不是在使劲的刷存在感，在抓子？哎，老实话，我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啊？反正瓜娃子都看得出来。哎，不过我觉得你这样正表现也没得啥子用。那咋办呢？找标准噻。找标准。你到公司来的时候就标总带了你，现在标总是副总，哎，提你个经理，不就一句话的事情噻？哎呀，对的个，马经理，你以后要多多照着小弟哦。哎，小事情，小事情。马哥，大宝，哦，来得早哦。哎，小何你也早啊？早，早上好。低调，低调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祝身体好。嗯，哎，老总啊，我跟你说个事情呢。这个结果巴适。小马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个喝酒，喝啥子酒，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啥子样子的人，你信不信？还有这种说法，表总？嗯，如果喝白酒喝得多，那就证明生意多。哦，对对对。喝红酒喝得多，那就证明了情人多。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喝啤酒喝得多啊，那就朋友多。哎呀，彪总，说的太好了，太对了。哎，彪总，要是三种酒都喝的话，你看当年的经理。三种酒都喝，要遭老爹挨骂挨一下。哎呀，老总。哎呀，跟着彪总唱不得挨背的，跟着彪总学会学了好多知识哦。来干杯，彪总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再去。哎，你看公司那个空缺。我说哈，刚到公司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，现在呀已经是个中年人了。就是。人们都说啊。这个人到中年，就像一部《西游记》，有那个孙悟空的压力，有猪八戒的身材，还有沙僧的发际线，还有唐三藏的一根筋。最关键是啊，离那个西天越来越近了。哎呀，都不容易呀、啊。来。为我们身不由己的中年人，干一杯！
来来。哎，嗯，哎，《西游记》里头哪个当得经理呢？哦，表总啊，你看我到公司还是那么多年了，凭我的阅历，我的经历的话，我觉得这次公司那个经理，你看是不是能够搞？表总，表总，醉了，哎，我话都没说出来。表总，那个经理那个，好。好，搞，好，表总，我给你倒水。好喝。马成功，哎，咋子了？哦，有秘书，表总我喝多了，我给他倒杯水。表总，啥子情况？不是说你喝醉了的吗？我不这个样子，咋摆得脱呢？一的笑，等到青春正年少。得儿一的笑，马经理好。乱说，讨厌你。啥子乱说？刚刚才接到可靠消息，今天就要宣布经理的人选。那么快啊？啊，那不是你，还能是哪个呢？马经理。哎呀，不要紧点儿说嘛，你也是讨厌。我好人工作，乖。马经理，好。哎呀，你又来，你这是讨厌讨厌。昨天跟彪子喝酒去了。啊，这就对了噻。你看昨天喝了酒，今天就出结果了。证明昨天把彪总是喝高兴的。哎呀，喝倒是喝高兴了，问题是我还没跟他说啥子，他就喝醉了的嘛。哎这个说不说不存在，我一般领导心头不得数啊。他既然跟你喝酒了，就证明你啊很有希望。哎，你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噶。当然，而且时间也是刚刚好，啊，对不对？昨天喝了酒，就等到宣布吧，马经理。你不要做一个经理又一个经理的事。劝都劝不低调的。那就不得事了，马经理，接到请客哟。彪总，彪总，我简单说几句哈。自从这个肖经理啊调到上海去过后，你们这个部门经理这个位置啊一直都是空缺，这个群龙不能一日无首啊。所以说，经过上级部门研究决定，正式任命年轻有为的。来担任你们部门经理，大家欢迎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初来乍到，我还有很多地方不是很了解，不是很熟悉。希望以后啊，大家多多指示我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哎，李经理，你太谦虚了嘛！人家李经理啊，是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，以前在跨国公司工作，我们公司啊高薪把他挖过来的。所以说啊，我希望在李经理的带领下，你们部门那个业绩能够更上一层楼。好了，你们忙活工作啊，走，到你办公室。没事吧？有点紧。
把这个地方给我打扮干净，我到卧室头去伤下心。马正公，你看你做的啥子报表？几个数字都搞错了。你恁个多年的老员工了，还犯那种低级错误？你要是不想做了，你马上都给我走人。 对不起，李经理，我错了，我改。还有，把之前3年公司运作的项目所有资料都给我整理出来，3天之内交给我。3年？那咋子嘛？有问题吗？好，没问题。搞快点啊！ 他都给你下马威哦，他就在整顿你。为啥子？哎，他肯定晓得你之前是最有力的候选人噻。嗯。他不把你整到，以后他咋个说他的威信嘛？哎呀，你不要这领导咋个想的哦？空调我那么年纪轻轻来，脾气还那么大。哎，是嘛？我都替你不值。之前辛苦苦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，那个成绩嘛。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噻。是啊，马哥的，以后日子不好过嘛。有啥子不好过嘛？那不老子不干了。淡定，淡定，淡定。坐到坐到。那段子说的嘛，不能骂年轻人，因为一骂年轻人，他们就辞职不干了噻。哎，但是可以骂中年人噻，特别像你们这种哈。 有车有房的，为啥子嘛？因为你们不敢辞职噻。你有啥子不敢嘛？哎，坐到。哎，你使啥子嘴巴硬？你敢哦？那我打个比方哈，你现在的消费水平就在这儿。如果辞了职，从业找份工作，你的挣钱就在这儿，你活得过来啊？再说了，就你现在这个年纪，你也从实习开始。 马成功，你在这儿出去做啥子？嘿，没看到。喂，旁边啥事？出事了，快过来老房子那边。出啥子事了？哎呀，喊你过来就过来嘛，快点儿。哦，好好。 这是啥情况？哎呀，我也不晓得咋回事，中介两个月都没给我打房租了。哎呀，我就去找中介，但是找不到，没得办法，我只有来找他们。哎，但是他们说他们把钱给了中介，他们不管。等于联系不上中介是吧？啊，他们说打给中介就打给中介了，哎，拿出证据给我们看噻。
那你去嘛。说一说啊，平常那么不要看了人，这儿不敢去了。关键是给海叔看我们男的，哎呀。有没有？出来个人，这儿抓子这儿。你要抓子？没抓子。要得，你先滚。我不是跟你们说了的嘛，我真的跟房屋中介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啊，而且他们还收了我两年的租金，要不然我就把合同拿给你们看。老师，关键我们没有收到租金的嘛。你没收到租金，那是房屋中介的原因噻，你找我抓子？对，中介找不到嘛。遇到歪中介了，不管，反正我交了钱的。不住满两年，我是绝对不得走的。哎呀，我现在事情多得很，你走走走走走，别在这儿影响我们。哎呀，这两个瞎子娃娃，关门关那么快？拷问，拷上上。看，不是啊，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。啊？人家给了钱的，你不可能说两下子人家就走噻，慢慢来嘛。咋慢慢？顶住，把我弄出来，把你弄起走。你看那两个人嘛，一看你都不是好人，身上不让我弄客房的啊！我跟你说，不晓得他们拿我们的房子要爪子，啥子嘛我都说不到一点。哎，损失两年的租金嘛都不是问题，万一把我们房子全拿了怎么办？那个得了，把弄起走，快点！哎呀，妈呀，呀，妈，他这妈快点，没钱，我带二零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这个图案可以嘛？定了吧？就是他了。那我们就接着问这个图案。哎，老板，你手要轻点儿哦，举得非痛。要得，走，你去去去，走。他本来就有心肌炎，所以平时要注意他的情绪，不要再让他受到什么刺激了。啊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看妈这个样子的话。要不要等他醒了以后就跟他说我们报了警了，警察把那个歪中介找到了，然后那个房租也退给我们了，也只有那个样子了。我说，嗯，两年的房租50000多哟，卡上倒是有，不过把住院费交涉我们分都不分了。那有啥子办法呢？妈的身体要紧的嘛。还好哦，你还有个工作哟，幸好你马上要发工资了。哎呀，有工作都是哈，每个月固定还有钱拿，不至于没饭吃的。耶，你上班跑出来，你们领导说的啥子没得哟？走了噻，你走了呀？我不能没得工作。李经理，马总，你有事呢？没得啥事。没得事，你找我办公室门口干啥子？哦，我想给你倒杯茶。谢谢啊，我现在不口渴。哦，好，那我去工作去。你不收到洗了饭了啊，辛苦了。小马哥，啊，加货嘛？哦，哎呀，王大哥，你爸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谢谢关心。啊，哎，小马哥，嗯，你只要是辛苦，又要照顾了母亲，又要上班，两头跑，
王大哥，人到中年嘛，都这样子嘛。我看你也是这个样子的嘛。我倒像这个样子的，我现在班都没有上了，所以才天天在这里。至少嘛，不用花钱请护工了噻。咋的？你咋会没上班啊嘞？也是冲动噻，看不惯领导，自己就辞职了。到现在都找大半年工作了，都没有消息啊。我估计你对工作的要求太高了嘛，随便找个先干到噻。我已经放低标准了，我原来只以为干这行干了那么多年，随便走哪里啊，都可以找碗饭吃噻。结果一看，跟我俩竞争的尽是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，就算喝酒，也拼不过人家。哎，那你想没想过做点啥子？能做啥子嘛？做啥子都要本钱。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要是项目没有选好，那点儿城管还打水漂了，一家老小就只有给到我上街当讨苦子了。就是个，你说的倒是这个情况。千万不要意气用事，自己提辞职。啊，我走了。哦，你也辞职嘛？哦，哎，那你去抽烟嘛？